起从位上面起立，起立，起立。先去找三位弟兄姐妹，跟他讲说：“我今天很开心在这里看见你。”圣经上说，我们的神他配得大的赞美，在他的城中，在他的圣山上当受大的赞美。我们献上给神的不是一个小的赞美，而是什么？是一个大的赞美。所以今天晚上我挑战你，你要向神献上你最大的声音，向神献上最大的欢呼，在神的面前奋力的跳跃。今天晚上就在这时候，让我们献上一个最大的赞美。当我数到三的时候，让我们向神献上最大的欢呼给他。准备好了吗？一二三，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也是献上的赞美。哈利路亚！弟兄姐妹，先让我们拿出我们的热情来赞美神，一起来走。你在这里，在赞美中被高举，你掌权，统管全世界，高坐赞美宝座前。我能够遇见你，即将成就一切。你快点放弃，当我们高声赞美。现在我们敞开心门，大声唱。赞美就经历改变，当你的同在降临，我听见你断开锁链，释放我们的自由。我能够遇见你，即将成就一切。你改变环境，当我们高声赞美。现在，现在我们敞开心门，大声唱，多自由。赞美嘹亮，超越何方，所有的声响，那距离宣告黎明，超乎光明。高声唱，赞美嘹亮，超越何方，所有的声响，那距离宣告黎明，超乎光明。神的百姓，给神一个热烈
释放，基督释放我的我要歌声，也是一个热情的欢呼。
双手，让我们全心全意的向神献上一个大赞美，一个大敬拜，从你内心深处涌流出来的一个赞美。哈利路亚。
天父，我敬拜你。你能够我
领我们经过一切的困难。今天晚上再次把你的困难交在你的面前，定睛仰望他，开启你的双眼，让我们数到三，大声来祷告，一二三，哈利路亚，叙利亚，耶稣，我们要知道你是神，耶稣，我们要知道你是神，你是带领我们经过风暴的神，你是带领我们去过一切困难的神，耶稣，在你一切有可能，耶稣，我们定睛仰望。觉得你的生活当中很疲惫，家里发生了许多的事情，学校发生了许多的事情，你的心里好烦躁，你不知道你该怎么样去面对你所面对到的这一切，但今天神说开启你的双眼，看见我就在你的旁边，开启你的双眼，看见神他是你的帮助，耶和华他永远在你的旁边守护着你。今天晚上让我们再起来祷告，放下一切你所觉得烦恼的事情，放下一切你觉得不可能的事情，放下这一切这礼拜的忧虑，来到神的面前，他今天要再一次加添力量给你，他今天要再一次让你看见他的应许要来成就。让我们同声开口再次来祷告，叙利亚，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，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会堂，第一次加入在我们当中，数到三的时候，我想要邀请你从位置上起立，你是我们的贵宾，我们想要送你一份小礼物，新朋友准备好了吗？一二三，请起立，旁边的弟兄姐妹可以欢迎我们的新朋友，跟他握个手，这里有我们的新朋友，欢迎，欢迎你来，好，现在我要请所有人一起从位置上起立，就请所有人一起从位置上起立，我们有两分钟的时间，可以找一些比较不熟悉的人，一些别的小组员，跟他聊聊天，打个招呼，两分钟开始。